近日，武警新疆总队昌吉支队开展夜间城市反劫持演练，接到上级命令后，任务分队迅速出动，到达事发地域。狙击组占领对面制高点，担负观察狙击任务。同志们，清楚没有？清楚。指挥员迅速划分任务，侦察组和狙击组相互配合，占领居民楼制高点，并用软管窥镜侦察情况。突击组隐蔽接近目标房屋，占领有利位置。夜间捕歼战斗行动中，由于光线条件不足，队员们在强行突击时，首发命中的概率就会减小。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，要练就过硬基本技能，确保一招必击。随着爆震弹一声巨响，特战队员们冲进房内击毙爆破分子，成功解救人质。排爆手迅速将爆炸物移至安全位置。夜训是特战队员的必修课，开展夜间训练能够提高特战队员夜间反恐作战能力，为下一步打赢制胜打下坚实基础。